他们俩都让你们分手，好像你却并不伤心，是吗？也不是说我不伤心，可能我觉得没有错误 ，OK 了，我没什么说的了。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听你说我之前的一些毛病啊，还有老师们的点评，就感觉真的回去该好好反思一下我自己，
如果就真的这样继续下去，我觉得以后还是不行的，就不管是跟谁都会长久不下去，就我这样子的性格，所以我会慢慢改。你这样的行为就是会弄得我现在很矛盾，我感觉我现在脑子已经乱了，可是我想着的就是只要你在对面，我心里就会安心一些。请亮灯，回吧两位，请回。来，请关门。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请开门，请开门。来嘛，来嘛。看懂了吗？我把他那句原话拆分给你听。老师们说我说得很对，因为我对感情没有那么成熟，我这样下去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跟我长久，我会改，是他的原话吧？这里面说到你了吗？对啊，那个意思就是我错了，但不是对你错了，而是我的生活态度错了，我要重新开始。你学会他，这小子有万般不好，有一点会反思啊。还有什么话跟小男生说吗？别犯糊涂，这是好事，他对你挺负责的，他告诉你那样不行。不管今天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不希望以后跟他变成陌生人的人。听明白了哈，回去吧。Thank you.